Rough and smooth, 粗和滑。 Which one is smooth color? 哪个滑？涂上颜色。好，首先第一个呢是铺地上的那些地垫，这个是比较粗的，因为呢这样子会比较防滑。防跌倒，所以这个是比较粗的，那个地上的那些地垫。这个是玩具熊，玩具熊了，是属于滑，摸起来是滑的，所以呢要把它涂上颜色。它的手感呢是摸起来滑滑软软的。然后这个是那种生日派对的那种帽子，它的质感摸起来也是滑的，先打勾，等一下要涂上颜色。这个是玻璃弹珠，玻璃弹珠也是摸起来它的质地也是滑的，也是涂上颜色。所以总共三个呢是属于滑的质感，就除了这个地垫是粗的，因为呢要防止跌倒滑倒，所以质感应该属于是粗的。